其实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呢，哪届的总统都差不太多。我觉得是民主党比较好一点，因为希拉里比较占优先一点，因为她的布什是不是她老公？好，我觉得希拉里呢比较好，因为是她为美国民众着想，我支持她，我赞。代表芝加哥受众协议协会，代表芝加哥受众协议协会唱萨拉佩，眼白白的，眼大大的。这次选举呢，我要说的是那个，因为我觉得他是共和党，没有陪你喝啤酒。讲啊。我是选那个希拉里，因为他呢，为我们民众，那个大众那个比较好，为跟我们那个福利啊什么都会好的，所以我就选他。